那把打开就好了。然后被他打吧。在我们都放在门口外面。在我们这一边的话，废油桶你拿废油去倒，他都不收，不知道怎么。
奶秀场，秀的场，好啊，哎，好的，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我想要换给你啊，保你才是真命。还有在网红，要不要把那个直接把学校校车给卖了，直接改成新生歌手？我们大学没有校车啊，我校舍。好好，我们那边校车没办法，我们学校校舍光宿舍卖掉那种三四栋那样。啊，现在这台冰室在前面有头痛。可是我是觉得他们男宿是蛮像